晚安宝贝，休息的时间到咯。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用神的话语祷告，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你放手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，你就会明白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你安息，他就做工。爱你的天父正等候要施恩于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即将离世的时候，他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、永恒的生命。父啊，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，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。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都已经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，在你自己的面前荣耀我，赐给我那创世之前我和你一同享有的荣耀，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我已经把你显明给那些你从世界选召出来托付给我的人，他们原本就属于你，你把他们赐给我，现在他们都知道了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不为世人祈求，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我的荣耀要借着他们彰显出来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我现在到你那里去，不再留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父啊，求你借着你的名，就是你赐给我的名，保守他们。现在我到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的时候说这些话，为了要使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父啊，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。
我在他们里面，父，你在我里面，你爱他们，就如同爱我一样。天父的孩子，耶稣在离世升天之前，已经把天父赐给他的荣耀赐给了你。耶稣说，你是属于上帝的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已经为你祷告，求神保守你脱离那恶者，当然也包括了那恶者所带来的病毒、疾病、毁坏、咒诅、灾害和死亡。神应许要用他的荣耀围绕你，神要你看见你自己的身体是被一层厚厚的荣耀的光环保护着，这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，是圣洁的，有洁净的能力，有医治的大能。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遇见了麻风病人，是大麻风被洁净，而不是耶稣被传染。因为耶稣满有神荣耀的同在，耶稣有洁净的能力。这段圣经还提到，天父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你的里面，天父爱你，就如同天父爱耶稣一样。所以，天父的孩子，满有神荣耀同在的耶稣，满有洁净大能的耶稣，现在就住在你的里面。当你遇到病毒，是病毒被洁净，不是你被病毒传染。因为有神荣耀的同在，洁净的大能从你的里面彰显出来。当病毒肆虐，疫情笼罩大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要你恐惧、害怕、担心，但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是被分别出来的。即便你和确诊者在同一个空间，但神要你看见，你已经真真实实的被上帝用隐形的防护罩保护着。神给你的保护十分平安。现在我要宣告诗篇九十一篇，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盾牌，坚强的堡垒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，天父的孩子，已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
你已经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，是你的堡垒，是你的盾牌。耶和华是你的神，你属于上帝，不属于这世界。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你在他里面十分平安。上帝应许必救你脱离一切的陷阱和网罗，上帝必救你脱离一切致命的毒害和瘟疫，上帝必用自己大能的翅膀护庇你。在耶和华的看顾下，你有完全的平安和健康，你必不怕黑夜的危险或惊骇，也不用担忧白日的意外或攻击。你必不怕黑夜横行的瘟疫，也不担忧白日致命的病毒。你已经站立在坚固的应许之上，即便有千人在你旁边遭殃，万人在你周遭受害，这灾却不会临到你。因为你已将至高者当作居所，你已经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你已经被称为义。你身上有耶稣宝血为印记，灾害必要越过你，祸患也不靠近你的家，病毒遇到你就被洁净了。天父的孩子，上帝应许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，在你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。如果你遭遇患难，神应许要与你同在，搭救你，把你安置在高处，使你尊贵。神要向你显明救恩，使你足享长寿。天父的孩子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的右边，你必不动摇。你有耶和华亲自保护你，他在你的右边，你必不动摇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为耶稣的宝血，
天父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。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断绝的爱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停止的供应，时时刻刻的保护。你一生的年日必有恩惠慈爱跟随，你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了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被受恩宠了。永远记得，天父爱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